远远比成人为多见啊，但是处理的原则就跟成人有很大区别。如果孩子能配合啊，可以尝试的去清理；如果孩子不配合，一般来说不要去强求啊，这个不是你家长摁着或者是怎么样能解决的事情啊。像多数的孩子，我感觉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是很难配合医生啊。这个年纪呢，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评估，你那是你自己孩子的问题啊。有的孩子9岁也不让动，有的孩子1岁啊就能很稳的坐在这里，一声也不吭。像这个小朋友是2岁啊，之前在开始操作之前呢，一定是要跟家长沟通好这个个人的原则啊，解释好这个问题。像这个小朋友啊，家长说他有一次好像是把什么摔破了，去医院处理伤口啊，都纹丝不动。那确实有这样的孩子，呵呵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互相比较的。那有的家长斥责自己的孩子，也这个没有办法讲道理啊。儿童他对这种恐惧啊，医生操作的这种恐惧，是没有办法说你短期间之内跟他语言沟通就能解决的啊。这小孩很稳当啊，坐那纹丝不动。儿童的外耳道非常的窄啊，自己棉签就胡扯了。对，你想想看，这种东西对于叮咛只会把它捅得更深啊，不可能说拿棉签把它弄出来。至于什么发光的挖耳勺啊，什么掏耳神器啊，还有什么滴眼的液，纯粹胡扯啊。这种干性的块啊，你点完了啊，它有可能胀开啊。有的可能是点多了，有一部分自己慢慢能掉出来啊，但也有可能就是胀完以后对耳朵造成了刺激，反而更难受。小朋友我一般很少敢上这个叮咛钩，因为这个孩子的稳定性不好，他突然的移动啊很危险。这个孩子呢，我在前面用啊中耳的显微钳尝试过以后啊，看到他的配合程度非常好，那就啊用可以尝试一下用叮咛钩啊把这个清理出来。鼓膜可以看到明显的鼓室积液啊，中耳里有积液。这个在孩子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啊，同计大概有60%到80%的儿童在自己的幼年啊，或者是儿童期啊，都会出现有这种分泌性中耳炎的情况啊。一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退，有一些会持续很长时间。孩子配合的很好啊，那就胆子稍微大一点。先弄钩针，这侧的家长捅过，明显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坑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麻烦。左侧那刚才那边是没动过，右侧是家长处理过。像这种东西呢，你清理完了以后，隔几个月啊，孩子的耳朵里有可能会被这种叮咛块所堵上，当然可能不会这么实心了。这个处理的完全是一些啊非常干的这种牛肉干级别的。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一些叮咛的碎片。小孩非常的稳啊，这已经是可以跟成人的心态相比了。这侧的鼓膜是基本上正常的，鼓膜表面有一个小的小碎块，一般来讲处理到这儿就可以停手了。但是这个孩子我觉得配合好，那么我们就把他最后鼓膜上这点也可以吸出来，不然的话有时候他在运动的时候这个碎块的移动耳朵会产生响动啊。这个外耳道口好像之前破损过啊，这个哎你看它动了，哎呀，这个负压吸引器啊有一种抽吸的这种吹风样声音啊，总体是非常好。这个家长看到以后啊，如果孩子言语功能是正常的啊，正常跟家长的交流啊，口上有个干嘎巴就不去硬接他了，他也自己没有表达这种耳朵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啊，轻易不要去动，就你们家长是更是不能动啊。医生需不需要处理呢？一般来讲尽量不动为好。
你像这个提到的这个中耳炎，多数其实来讲是靠着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的自愈啊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在做鼓膜试管以后啊，他这个外耳道口，你看，又是这种钢块。他试管之前呢，肯定是清理过的。这个是今年夏天啊，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鼓膜试管。因为我要看这个支管是不是稳定。有的这种管呢，几个月以后就脱落了。它这是一种清理完了，我发现啊，它是一种 T 型管。就是有一个尾翼啊，一部分是别在了这个鼓膜的内侧，这种的话相对稳定性好一点，但是拔管的时候会有点麻烦，可能疼痛感会比较明显。这是个 T 型管带尾翼的这种，如果是直管啊。经常是戴不了这么长时间，容易掉。但是取管的时候比较方便，所以这个东西各有利弊吧。可以非常看清楚在骨室里的那一部分啊。今天来的几个小朋友，大部分还可以，有一个孩子。好像有一侧耳朵没配合，他不让再动了，这个就不去强求了。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之前有过中耳炎的病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清理完了以后，这可能是复查来的。家长是没有能力去。做这种操作的啊，我就是给你这些工具，你也不行。哦，这是刚才那个好像放引流管的那个孩子的另外一侧。鼓膜是好的。这种碎片儿几个月啊，就会重新再出现，直到他孩子到接近成年以后，可能相对才会好一些。好，这个显露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跟上一个支管不是同一侧，不是同一个孩子，看错了啊。小朋友，哎，每次我看到这个挂号的这个窗口啊，2岁、3岁、4岁，这看着就头都疼。小孩的话，操作消耗的精力多，风险高，效果还不一定好啊。有的时候磨半天嘴皮子，他也不让你动，或者有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操作的过程当中突然动一下，那就哭天喊地的，也挺麻烦。之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啊，我之前说过很多次啊，我的前辈啊，就相当于带教老师，就在这方面吃过一次大亏。清理的时候造成了损伤啊，后来反复的这个外耳道肉芽啊，折腾了很长时间。
这侧是一个急性化脓性中耳炎，鼓膜明显充血红肿。好，这个也是小朋友啊。今天这几例都是在2岁到4岁啊，最大的一个好像是6岁。这些操作动作啊，都是有一定风险性的。我也是很无奈啊，人家带着孩子大老远跑过来，在门口排队排3小时啊，确实。好，这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鼓膜啊。如果孩子不配合啊，这个像这种在感冒明显感冒期间突然出现的耳痛啊，就按照中耳炎去处理，口服抗生素啊。疼痛的话，可以使用像美林或者泰诺林啊，之前的科普文章都写过。因为这两个药除了退烧以外啊，很多家长一听到这个，第一反应说：“这不是退烧的吗？”是，这是退烧的。他们除了退烧，还可以止疼啊。我们叫解热镇痛药。这种干块儿最讨厌了，小孩又疼了，还好就已经到口这儿了啊。好像拿出来了，都已经取掉了。这侧鼓膜是好的啊，鼓膜是完好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。